化道 check it out。 哎，新化道 check it out。 如果你有约好料想让我介绍，请联系我们，精彩内容正式启动。哎呀，最近好累啊，实在是太忙了。哎，食疗经络疏通还可以活化细胞，恢复精力，进去看一下。Hello， Yes， 我可以帮你吗？我在外面看到了这个磁疗经络，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的。OK， 这个是磁疗疏通我们的经络的。OK， 它这个呢跟按摩相比，当然按摩是整身疏通经络，然后按摩呢是给我们的 muscle 这一类的。Of course， 这个磁疗呢，磁疗它是有渗透性的 magnetic。你是什么问题？感觉有点肌肉酸痛，有点比较容易累。多久了这样子？好几个月了。啊，我相信你应该也是有去做按摩这些事吗？比较少哎。OK， 如果你是说你比较忙、比较少的话，我会比较建议你做磁疗，因为磁疗它渗透性是非常的强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磁疗呢，在新加坡我们是独家代理。感觉好像还蛮适合我的，我想试一下。可以可以。多长啊？那么多长？这个30 minutes， 30分钟。哦，那么快。对对对对，不，因为它这个很深层的，甚至你做30分钟都很足够了的。For beginning， for 开始的时候。那是多少呢？这个现在有体验价了，48块而已。哦，48块啊！谢谢谢谢。我想试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OK， 我跟你讲 ，before 你进去的时候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磁疗了。这个呢是叫做紧腰半里 ，OK， 就是有些顾客他们买回去用的呢，紧腰半里 ，OK， 这个呢是有1万高斯 ，OK， 你是好像你外面穿的手的、那种是它的高斯比较低的，这个呢他们买回家自己弄的话就是有酸痛啦，好像我自己本身我有时候我胃痛的时候是吗，我就放在这边 ，OK， 你看到我在弄的时候，你没有觉得任何的感觉的。不麻不痒也不痛，其实它在梳理，它在做工啊。怎么呢？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磁流体，你看呢、它都可以，你看它在梳理，你看到吗？哦，看得到哎。对的，对的，就是说里面哈、有结节了，有筋结这些是吗？经过这个，它来梳理它，你看到吗？可是呢，等一下你在里面用的那一台呢，是30000高斯的，它可以渗透 50到60 cm， 就是说它可以跟我们的里面的内脏、做个推拿，做个针灸啊。那台是蛮大台的，等一下我带你进去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这个磁疗这个一个treatment。我们身体上如果有金属的东西啊，我们都是建议它拿掉，然后手放后面。对，放松啊，它的过程中是很舒服的啊，所以不用紧张。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吧？它是没有，做的时候舒舒服服，温温热热的。那我们做之前是从我们的后背阳脉开始，从肩膀开始，把这边的气带过来，然后就做一个打圈。先做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。哇，这样很舒服。感觉像按摩。其实它的原理就是中医的针灸和按摩，通过我们的技师一个推动，做身体的一个疏通。到腰的部位我们会加强。那你会鼓励我们一般多久做一次？我们是建议，如果你身体有酸痛啊，有问题的话哈，我们就建议一周来一次。如果说看你的问题，我们会根据你身体的一些问题做疗程，或者是有的问题严重的话，就是做阶段性的咯。你看你这个背肌这边这个条索，这个就很硬哈。对，很紧。所以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，这个背中焦一堵的话，上焦下焦都不通。A
few moments later. OK, 结束之前我们给他排一下。好。OK, 我们就坐到这里。好，美女。美女好了。Hello, 美女睡着了吗？睡着了哈，很舒服是不是？ OK, 你慢慢起来。那么快啊。已经三十分钟过去了了。三十分钟啊。是了，你感觉怎么样现在？挺舒服的。挺舒服的，会不会晕呢？或者是？不会啊。不会啊，就是想睡觉是吧？很舒服的。然后如果说你要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的话，不晕的话，一会儿我们出去多喝一点水，它就会帮你梳理得更好，代谢得更好，舒服哈。哦 ，OK， 很好，喝点温水。好，啊，谢谢。回去的时候不要喝冰水啊，冰水不要喝。对，你先喝水。对，先喝水。其实喝水多一点，让它排毒，因为刚才它跟你梳理的整身的我们的血液啊、垃圾这些哈。就是喝水把里面的垃圾排出来，烧水温水而不是冰水啊。好，知道，一定会喝温水的。对对，那我就收你今天的了哈。好，我觉得今天做的感觉不错哎，我下次再来的话会有折扣吗？当然当然会有折扣，如果呢你带你的朋友来的话哈，肯定也是有折扣，只要你的朋友讲出我们的 Indao Skin and Body Lab 是吗，肯定会有优惠的哎，记得哦 ，Indao Skin and Body Care。新花道 ，Check it out。